疯狂下去，我要找王仁甫来跟你玩。你们没有看到他正面的脸，就是站的。然后你们全部人要把就是力量都放在这个核心的位置，然后往后仰视。仰视。不行啊！是啊，好痛啊！再下去一点，下去一点。啊，愉快的，先愉快。地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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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震！啊，你还有吗？好，丫头演得不错。哦，快点，手，你手过来，你手过来，好心啊！你已经半年没吃饭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有有有有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在电视机前面有很多很会玩游戏的人。对呀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。对，到我们的官网，粉丝专业，粉丝专业，疯狂开心果的官方网站。怎样？到再讲一遍，到疯狂开心果的官方网站。我其实会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拜托。哎，记得来按个赞，然后呢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游戏的建议，或者说你有什么点子，我们都会把它建构出来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今天我们有两队，菜鸟队跟老鸟队，没错，厉害哦！菜鸟队先出来，听说他们做了一些奇怪的 pose。我们今天都是偶像，真的吗？是的吗？偶像，菜鸟队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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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偶像。张文琪明明就站不稳，张文琪要撑多久啊？小心，小心。你干嘛东西？小心小心小心！太快了啦！那你们老板级的要来做什么动作？我们老板级的，让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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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间空间啊！我们需要一点空间，我们一定让所有观众朋友知道演艺圈什么叫做姜是老的辣。老鸟队出场！帅，怎么样？还有道具，看到没有？气势，注意了哦！起码起来。箭头，箭头！哎呀呀呀！这是隐，这张是隐形的。哎，推推轮椅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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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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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时间差抓得很准嘞，不能太久，不然会倒下去。对对对对对，瞎搞瞎搞哈。厉害厉害，哇！看起来没错，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动作，很难的。哎，其实今天有换掉两个人，前一次彩排的时候有了两个腿断掉，腰受伤，腰受伤，人家这个在才做新娘子的，结婚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两队一样。比赛的最后赢的那个人有一个联润科技提供的清扫机器人。好像他动哦，怎么样？白在那里，他就会自己帮你。
这样、啊。帮你抽，对，但是我阿婆还没有插电。啊，你讲半天，你他们现在现在不会动的。人家公司刚刚拿来的，我们现在录影的，然后他去插电充电，对，充电了。你们正好带的满满的电回家。赢的是每个人带一台，一人一台，一人一台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一人一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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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拼命了！其实身材蛮好的，留下到小夜天放灯，我哪里都看见。他总有一天撞到我，演艺事业就小心一点，下次就不用来了。好，来，第一关是什么？打不开，好，有吗？有了，有了。真的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专业的擂台哎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有观众来，报名挑战是不是？不是，提供建议了，提供了游戏，观众报名挑战小燕姐。哇，我想说跟小燕姐拉高通，还好，因为报名的也是90岁的啦。可以，还可以。今天我们要这个啊。待会要有两位来凤凰擂台赛，这叫哦，这是认识范帅哦。好，你看我们的队友的，好，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，哎，嘉玉的角色自己介绍一下。嗯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感觉是保全的任务，保全体，保全体教练，我是喵，保全喵，你要凶狠一点，喵女选手。所以什么黑猫宅急便？来第二位，一看到北一女毕业的，对，北一女，校庆校庆，北一女校庆，半合金，没有半合金，翅膀，介绍一下，翅膀，一直被翅膀攻杀，这种副学员，你是小精灵，小精灵，彼得彼得，这样怎么格斗啦？什么好？小心哦！第三位，这是真的，谁的？保全，欢迎，小姐欢迎回家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已经很明显了。农会的，你的袖套哎，哎，难怪我刚才下去看到一楼那个警卫穿的衣服，这样很弱哎，这样我们很弱。不是，两个弱，两斤堪吉。什么？乌龙会所属的。两斤堪吉超强的，好，下一个很强。都打20000多，耶！七龙珠，没想到吧？悟空也是会老的，对不对？老悟空，刚才有人说外科手术嘞。下一位，苏天美。谁说超人不能模仿蜘蛛人？不行，甩赛啦！你是超人呐！你得砍掉人，你管我？你别砍死啊！超人！龙哥，这个体格叫什么？小燕姐，等一下，我们要飞一下，超人！宅急便，宅急便在这里啊！是啊，我们同一家公司啊，一个跑南部，一个跑北部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不是人类巨人啊！玉米罐头，玉米罐头，我是浩克，说进龟壳，说进龟壳，你不要走错，快进攻！好控制哦，还有我们的炫舞鸣，一响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跳，跳出来，很强。好，我们要
你是谁？蔡秋凤。蔡秀凤。蔡秋凤。蔡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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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 T W 游戏怎么玩？对呀、啊，现在队员还笑得出来，待会应该你们就笑不出来。这个要摔跤，然后看到对方脚底的字，所以都是来真的，对不对？来真的，所以有教练先示范。哎，我们先教练先示范，好不好？欢迎富贵花草。哇，一上来就要这么凶吗？气势，气势，那气势，对不对？气势。就两个人要先看到别人脚上的字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他是风鬼，哈卡。哈卡。哦哦哦！哈卡来真的。预备。好狠哦！你也不用穿内裤上来吧，那是摔跤裤啊，摔跤裤啦。哎，小娇哥，你小心不要摔啊！对不起，摔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游戏就是谁看到谁的脚。天哪！哎，这两位奖金了吗？提供我们，对，因为他们提供我们游戏有奖金。谢谢，谢谢。辛苦了，哇塞！好，拜拜，可以回去休息。拜拜，拜拜，上去帮忙刷力太大，突然想帮我们。观众讲一下，他们那个是示范赛，对，不要。你在家里真的这样玩是会出人命的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好，对，大家我们是要看到脚底的字，不是看到对方的骨头哦，所以小心一点。这干嘛？这个是要那个我们写的字一定要大于这个框框，就不能故意写超小。好，那你们准备一下，第一波孙协志跟唯一。直接就来对决啊！我会手下留情。哎呦，现在各自围起来，不要让大家看到对方的鞋子。鞋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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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边就好，在这边，这里。挡着，挡着，挡着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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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对错没事，对啦，就不是写，不是写在纸上会觉得很奇怪啊。哦，有，看不出来是什么字啊。想好了没有？哎，我什么都没想。还是想把对方放，还是是不是想回家？有比较写个家，还是直接写家？对，这个容太小。鸟，他要粗的，比他大就好了。他要粗的，比他大就好，他写大。你这样怎么出去比赛啦？我就拍下来了。你干嘛？你忍住啦！再怎么样也是传说中的格斗天王，你搞我格斗天王不会怕痒哦，你姐。
好 ，OK， 好戏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一回合。孙协志，在我右手边是比孙协志强壮两倍的韦毅。菜鸟和老鸟，谁会看到他脚上的字？要先举手说我看到了，再告诉我们字啊。好，哎。这就是游戏哈。好，孙先生，学志哥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我不会假装自己正在拍格斗天王。我先讲这种话。我读出来游戏嘛，我知道。我没看到这么多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孙协志唯一的弱点就是体力不好。他是年轻人，加油！冲啊冲啊冲啊！他是最大的问题。协志加油！协志开始易怒了，易怒了，易怒了，易怒了。他现在更是他内心里面的灵魂，把他放倒了。举不起来。喂，可以，来，我天，而且举不起来。好，我这样子啊。来，孙权字，来，哎 ，WW， 你来看一下是什么字。张文琪，看一下怎么念。三个水怎么念？Water。Water。Water。秒秒秒秒，对啦。秒了秒了。啊。这边有一种
不想起来的感觉。其实这个蛮舒服的，软软的。软软的，哎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孙协志就在这一下。好强！自取自取。老鸟队得了一分。第二回合，不要考那么细，不要那么难。人换马。哦，你知道我的姓氏叫什么？你知道我的姓氏叫齐吗？齐，数字。哎，哎呀，不是，队长，队长，露露，露露，哎，《芈月传》的芈。对，可以耶。哪个字？很总结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？我最近我最近在看，我知道。不行不行。哈哈哈哈哈！别别松下了。放屁哟！真的，你好开心哦！真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我知道哎。写一个那种，就没看错的。会痒吗？会痒。不要太真，不要太真。王爷，你脚底按摩啊你。哇，这个字太狠了啦 ！OK 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字很难，这字很难，这字很难。有有，刚好，这字很难，刚好。准备好。好，第二回合。就是身心灵活的啊，南坡，加油加油！小心脚不要抬太高，脚不要抬太高。可以不断的在跳，但是跟他的对手是比南坡老师小一半的。哎呦，年纪年纪是，他会晕船了，你慢一点，讲完讲完。好，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？谁会先看到谁的脚底？基本上啊，我们是不会让新人的，因为基本上新人就是想弄挂我们。是，没错。哎，而且我最讨厌的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什么？长得帅又会唱歌的人。难怪你那么讨厌我。你讨厌太多。老师，你这样子我都不好意思呛你了。对，我今天要把蓝波老师的老骨头给捏碎。团体的石头，哎，老骨髓啦。OK， 我今天会把你炸出去。我觉得你讲老骨髓比较像在讲我。没有问题，而且我不是那意思。对对对，好紧张哦。嘿，魏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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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名，名人在的名，电视剧那个是吧？孙俪那个，对吗？念错。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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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。哎，他们两个，小心！新娘子，孙俪，魏勋，魏勋，好狠的魏勋。快快快！时间快到了。
赢，搞得像杀人干嘛？你好厉害哦！我们老人家被你这样摔，好，他刚刚啊，其实是念错发音了啊，是吗？真的是，真的是那个字吗？是《芈月传》，芈，对，芈，是芈的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会念错，所以他看对了，但念错，念错的词。我觉得我今天穿错衣服了，他不喜欢人家跟他穿一样颜色。老师，怎么发火哎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刚刚你们在上面转圈圈的时候，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。谁是谁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他。那我们的给你看一下，搞不好你也不会念啊。来，你们会念吗？来，张文琪。张文琪。素兰。素兰。什么叫素？什么叫素兰？素兰。素兰。素兰。素兰应该是素兰。哎，其实应该怎么念？怎么叫声？数嘛，虚虚，太小了，不行，我要小一小一下来啊，小一下，虚虚虚变，哦，虚啊，虚虚虚变法，虚虚变法，虚一三，所以看到可能也念不出来，是吗？这两个字都好难念。好，现在是换女生吗？女生对。一比零，一比零。哦，王思佳跟张文琪，我觉得老俩胜算很大，因为张文琪可能都念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王思佳，王思佳，你直接把字写在脸上。怎么念？看我没有？你们都讨论好？我们讨论好了，丫头有个想法，而且她刚去查了。爸爸。超大放纵。好好好，有没有？哎，他大放大版，不知道怎么。啊！现在才发现大家都很弱，大家中文都很烂。哦，这个毛起来没有毛起来，毛起来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，这样。那你写什么他都看不懂啊，随便。那你写软好了，写软好了。写个王就好了啦，不要写太难了。这样子啊？就是这个，他会写字的。好，你好 ，OK， 闭眼。耶！现在是决定输赢的这一关。好。可是我觉得好简单哦，小燕姐，为什么？因为比智商我一定赢他。我也是，我是智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起来非常的瘦弱。虽然你要结婚了，虽然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嫁得出去，是，但是他非常喜欢吃肉，他身上非常强壮，你要小心。而且他刚刚很好笑，他刚跟我说叫我不要打他脸，因为他靠脸吃饭。哪里？我是说，因为他刚刚呢说要把我这个头套，就是弄把我的脸封住，这样子。哎，那你放心啦，因为王思佳是靠打吃饭的，所以你放心。打什么？靠打脸吃饭。打脸。打仔。靠你打仔。好，来，两个人不要再讲话了，太恐怖了。好，你希望你会赢吗？当然啦，我一定输一分的，要念字哦。是吗？好，你的字你会念吗？我觉得他们一定很有心机。你的字你会念吗？啊，你自己那个字你会念吗？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怎么这样说字啊？念来听听看啊。快点要讲字，你一定不会的啦。对啊，一定不会的。麦拿下来，准备好。哎，两位女生。不要把衣服扯下来，我们没有很想看哈。对，我们不想看。哎，加油！而且我觉得思佳根本不用碰他就会以不曝光为主哈。对。好，来来来，站到前面来。哎，不要扯我头发呢，女生最爱扯头发。谁要扯你头发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是假发吗？我们这边道歉，你们可以讲那么多，没有问题。讲那么多，两秒就输了，连头发都没碰到，自己绊倒。张文琪。衣服先整顿一下。哇，你来上来上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真的，你再这么疯狂下去，我要找王仁甫来跟你玩。哎呀，
你干嘛来了麦克风拿两次干嘛？神经病，你这也要抢？真的有问题。我们只是看脚上的字，不能撞人家的头，不能扯人家的头，不能拉头发，不能拉人家的衣服，只能脚而已。只能拉脚，太恐怖了，只能拉人家的脚，还是各哎，各各各，好球！来来来！台式不是 C 频道，好不好？冷静一点。摔跤选手怎么办？各看三秒的啦。来吧，小燕姐，拼了！人家要结婚了哈。对对，但是我手下留情，放心。但是我们有不能输的压力，没关系，尽管 Go。好，不能输，不能输。好恐怖！好像被泰山了，这么厉害，好可怕！好可怕！不是这样吗？脸就是那个整的，这要减少吗？哦，麦雪给麦雪，思佳活着回来啊！思佳要哭了，活着回来啊！思佳，你要活着回来啊！你要活着回来啊！加油！我起太恐怖了啦，这脸。握手。啊！好恐怖！半倒了，半倒了，半倒了！现在就这样下盘了，不要打伤害他。你们捞什么？你捞什么？你要闹什么？不要来小燕姐那边啊！不要把人家手用扭到啦！把他拐倒，把他拐倒！用脚，用脚！抓哪里？抓哪里？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住！哦！写的吗？随便猜，快点！我可以用写的吗？不行，不行，用猜的。对呀，猜猜看。你话用写的，我刚才用写的了。你以前应该有学过。加油。软吗？答错。你就是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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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解脱了，你成功了，我们撑住这个秒数就好了，你成功了。糟糕，王思佳牙齿掉了。没有，其他的艺人会问有没有张文琪啦。好可怕，你是不是要爬梯？你熊熊啊啦！小燕姐，我跟你讲，他来真的，我们看得出来。你知道他刚有多？他先坐我说啊，对不起。他有没有自信？自信？真的很有礼貌。你刚刚真的有这么狠？真的就这样，等一下，好好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把字拿给他。你会念的，那很简单。我会念，再念一次。不开提示，看一下。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讲。不是软哈，不是软，是什么？柳，不是不是？你，我叫你要念一次，你为什么不念书啊？再一次，我知道，我怎么应该知道？柳有木字边，有木字边是柳啦。啊，这没有木字边是啥？刚刚要不打那么辛苦？寝是不是寝室皇妃？差不多了，哎。
哎，卖衣啊！哎，哎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好吗？对，好吗？耶！好猜的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就是子丑寅卯，对呀，卯啊，卯，你在卯，哇，你在阴谋。好，今天这一段，以后真的赢了，耶！节制厉害，起错。来，下一个是我。下河西，下河西，对对，下河西。所以你们看看啊，这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对。哎呦，小心了，太流血了，太流血了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你以为穿西装在女王旁边很帅啊？下河西。下河西。在女王旁边。对啊。我不能是记住我。下河西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痛不痛？痛！当然是痛了，不然干嘛做了？不然你叫那个没有交过女朋友的马小来做做看。好，马小来，你做做看，这个真的很痛。我直接弄自己的呀。好，你来做做看哈，这真的很痛，超痛的，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。小燕姐陪他哦，小燕姐陪他，哇，小燕姐，好，转一圈，原地转一圈，右边往右转，原地转。那是着力点的问题。卡卡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看，不是。看我们干嘛？我们现在站着。你们后面有一个人呢。对啊。摄影师啊，两个啦。小心下下下。下被你吓一跳。我以为蓝队多了一个人。小姐，这不是综艺节目吗？外面好多人呢，你看。摄影师啊。还有穿白衣服的。现在菜鸟都在输哈，来，好，你们要出题，是，然后来猜，只有三次的机会，全体坐下。再站久一点，再站多聊一点嘛。好，来，瞧一下。好，请出题。好。哦，因为好，太假了。我想，我跟贵单位已经合作太多年了，贵单位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想太多，每一个关卡都说，哎，那个不会很痛啊，那个不会，但你们要演一下哦，演一下，哪有不痛的啦，这么超痛。好，来来来，你们赶快出题，我们要把握第一个，因为第一个是只有全部人可以做，很重要，对，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很明显。全部做什么动作？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你们的手要放着你们的，不管是椅子还是三角锥，然后屁股要跳起来，就一要跳十下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十下。哎，他们是菜鸟队，五下好不好？好，他们是老鸟队，老鸟队，好，五下，但是手是放在上面的哦。什么意思？放哪里？施力点是在那个头，然后就是要跳起来，对，跳，等一下，跳起来，这个跳都很爽啊。那我们要怎样反面对吗？面向你们，面对我们，好，请跳，开，开始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了，双手交出来，哎，怎么可以双手交出来？讲重很重一圈二十一年，我刚是这样子握着那个盘子，真的想看那个痕。好，你们坐下来，你们坐下来。好，哪一个人再来出题？好。哎，我们要针对，没有，唯一唯一啊，唯一的，因为我们是先攻嘛，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直接把老鸟队弄死，不然我们都要死很惨。对，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唯一，你不用做这个，白痴，做这个就好了。我要做，他们要做的够正确，后面会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看清楚哦。达尔维斯，好，干嘛？我已成就，我们要做这个动作，还没做完啊！我只刚刚觉得有东西在动。好，这样子之后呢，然后你们全部人要把就是力量都放在那个核心的位置，然后往后仰视。仰视，不行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只要两个人，你都做不到，就谁做？那个会危险啊！我至少不会，我现在至少做了，刚好做了三下左右。你既然要做
这个这么难的动作，就像你的好朋友孙协志做了。哎呦，好搭档啊，好朋友。协志哥什么都会了，我觉得都可以的啦。仰视，仰视。往后，往后。仰视啊，好痛。再下去一点，下去一点。看都觉得，这根本坐不久，还要仰视，光看就知道好痛哦。好，我们下一个，我们有想法了。好，温琪，温琪，你们直接猜了吧。好哦，好哦。思佳姐呢？哎呦，思佳呢？被看出来了，笑看出来了，笑你藏刀啦。跟我讲话，就这样哦，看好哦。你示范，双手，双手哈，不要就放这里好了，好不好？性感一点。好，然后屁股就让往前往后啊，不，一只手扶着，往前往后往前。为什么他都要这种啊？怎么有一种怪怪的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要坐下去。不会，坐下去。就教你的可以吧？你为什么要叫前辈坐那么丑？不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前辈，礼貌的问题。高文琪，你想清楚，等一下我是会这样对你的。没关系，话他想清楚。我们这一关没有赢的话，后面。我等一下会叫你坐到底，等下就这样对他就好了。对，想象的，来，快，好，就你了，音乐开始，加油，思佳姐，加油，加油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，屁股，屁股要动，要动，要动，忍耐一下 ，Oh my God。你知道吗？因为观众的 focus 都在他的腋下，哇，好干净哦。对啊，又看不到臀部啊。丫头有想法了。丫头，我刚刚就一直发现那个小鱼儿姐，她都没有动静，所以呢，我想要指定你坐着，手举高，然后呢，然后旁边的两位男士疯狂的搔痒。被隔壁的搔痒，搔痒会 hold 不住，我们烧他，你怎么这么怕痒啊？对呀，感觉无所不用其极，是不是？手举高，三，手举高，手举高，我们尽力了，这游戏感觉怎么好变态哦？好变态，没有，对啊，好变态哦。来，我们还有露露啊啊 ，wish，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找两个最可疑的人，没有，最可疑的，然后嘞。我觉得焦哥蛮可爱，一票，一票，一票，因为焦哥太镇定了。我觉得第二个，你们觉得？我觉得兰博老师也很可疑。兰博老师，哎，我不可疑吗？没有，你太稳了，你太稳了。你戏剧资历最深的，戏剧资历最深吗？你刚刚觉得蛮痛的，会自己 Q 自己可疑，那一定没有问题。对，很难说啊。那我们让焦哥跟兰博老师互换，互换，然后干嘛？你们换位置之后，然后做不同的动作，因为我怀疑你们两个其中有一个是假的。哎呦，交换位置，不猜啊，厉害！来，我已经做五级了，来你们换位置，换位置，然后呢？坐下去的时候，然后起立哦。坐下像上课一样，起立，坐下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那句话。好，换位置，换位置啊，换位置啊。我们已经讲三次了，起立坐下三次，三次，我刚刚忘记在下面，非常。那也要跟你一样骂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不用啊。好，准备。好，你下指令。好，口令。好狠的一次整我们两个。真的。起立。不准起。坐下。用力。快点，起！小心，来，坐下，用力。起！有坐下吗？有坐下吗？我觉得焦哥，焦哥很耐忍。焦哥好像破乐器蛮厉害的哦。对，这蓝光老师感觉又是真的。好，就这样子，不要动了。所以我们要签要决定了吗？对，我们讨论一下，讨论一下，对啊，少了一下啊，不能无限制要求吧？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有。我们有第一个答案，第一个答案是他的位置就是椅子，那个人
就是鞋子跟旁边的蓝波老师。是，哎呦，是椅子。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就是椅子，椅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完全不动，然后感觉屁股很稳啊，然后一开始，然后又很爱演，但是又演得不像，又太正了。因为蓝波老师他有点演得太油了，表情太油。还有一个，就是、而且因为他是舞蹈老师，所以他特别的镇定。对，而且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当下老师刚刚有松懈，怎么说？就是、你看到了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啊，他在前面的时候呢演的脸很狰狞，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老师放松了。其实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随时要偷看。来，我们看看赤博士。决定的关键是换完人之后吗？对，前面就怀疑焦哥了。对，那焦哥做了什么让你们怀疑？我们在跳那个动作的时候，焦哥是唯一一个手稍微开一点点的。菜鸟在第一回合就猜出来了，现在我们请老鸟队来。好。今天想不到菜鸟很厉害，一下就把你们猜出来了，真的厉害。现在我们请菜鸟队坐下来。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啊。啊，知道是谁了，知道了。好，已经知道了。哪有那么快？这么快？来，第一个。蛮明显的。来，那个思佳，叫他们六个人做一个动作。叫你们六个人。先来一个的简单的好。简单的。简单入门，入门，入门。简单的入门款就是先用力的坐下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以他为中心。对。转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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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转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好啊，好啊，以他为轴心转一圈哦，啊，屁股不可以离开，还是逆时钟，屁股不可以离开，我今天又有人露馅的，哪一边？我今天看到有人露馅的，厉害，好棒，先坐在上面，哪里移动？好，太假了，太假了，太认真了，唯一太假了。我跟你讲，有人已经露馅了，真的哈。谁？你知道刚刚我说要转一圈，对不对？已经有人说哦，转一圈，他的椅子已经转了。而且我们明显，而且我们刚刚也有看到有人转一圈，竟然那个中心点是偏离轨道。再演。我就是平衡感不好没。所以你是三角锥啊，因为椅子不可能移动，不会移动啊。那跟平衡感。讲是在讲反话哦，小心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来个动态的，动态的，动态的，就在这上面，小心在这上面，你们要这样假装这是那个三角锥，你们要坐在上面，然后踩脚踏车，然后你这个魔女踩一踩之后要遇到完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还有，水级地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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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两层的，还有那么多。然后翻个四脚朝天。好了啦，那么多，指定谁？指定谁？你要教一个。指定一个。指定一个。我想要指定。好。我想要。哇，你好狠哦！我想要指定丫头。丫头。好戏。哎，观众的丫头。丫头。谁扯不行的？来，我就你。让他们给呢。来，脚踏车。脚踏车，好，愉快的，先愉快。丫头演得不错哦 ，OK。屁股夹，屁屁吃内裤了啦。好，卡屁了。换我了。刚才怎么样对我，就怎么样对你。啊，好恐怖。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很简单，
你要带一点音乐，就要带点音乐嘛，因为大家都骑车，没有什么音乐没有不行。对，音乐哈很简单，你放了音乐之后哈，你把你的膝盖往上抬，看到膝盖，看到膝盖，看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说，我觉得对，这是身体的检测，我要检测一卡骨嫩 Q 不？哦，嫩 Q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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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指定谁？指定丫头，丫头。可以再指定丫头吗？可以啊，那会不会下一段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录影？我想要他下次是我们老鸟组的。要看到脚，要看到脚，看到脚，哎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要讲到重点啊，膝盖，膝盖要超出桌面，让我们看到一点点膝盖，看到。膝盖，膝盖，膝盖，膝盖。对。哎，可以配合一下音乐吗？来，来 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万毛，出毛，快，好厉害哦！丫头坏掉了，哇，好残忍哦，屁股开花喽，好，换我对不对？哦，还有，哎，刚好哈，缓冲一下，本人对，本人刚好在那个年前在台视刚好拍完一个连续剧，所以我对这边棚很熟，对，所以我自己带了个道具来，哎呦，这么厉害，对，麻烦蛋白哥，哪有还有带道具来？什么道具啊？太夸张了，你什么东西？鬼魔力啦，这谋杀吧，这个，这笔要干嘛？要干嘛？那个要请你哈，就是请待会那个人。请谁啊？丫头。为什么？你又对了，是不是？从头来没有这样子这么针对性的。你们是跟他有仇是不是？你们就对他怀疑啊？你让他放桌上，然后我要让他可以坐着举起来就可以。哦。把他放桌上。丫头屁股可以参加奥运。加油，丫头！丫头，加油！丫头加油！丫头露小蛮腰，好漂亮哦！小蛮腰，小蛮腰。等一下，我在加码加码，还加码，我都要弄自己人了。加码加码，厉害！加码这样的厉害，有吗？有拿起来了吗？拿起来了哈。好，淘汰了，淘汰了，淘汰代机啊！我花了大半时间确定丫头是三角锥，好无聊。为什么？出毛。快快！好厉害哦！豆哥，豆哥，要攻别人了。怎样？就是你现在坐着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离开嘛，然后两只手肘快速的戳进去，对，然后再拿起来，这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 ？OK。他如果是椅子，他就没有地方戳了。哎，对对，他不能招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一定要对准啊！一只好了，避免受伤。那谁？你要连戳了几次？对，差不多六十下了。60下。因为他椅子，他就会这样起来，手会肿的嘛，对不对？六十下神功都练出来了。谁？没有五次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五次就好了。谁？这很难看很难看。你说第一个，对啊，魏旭啊，可以那两个吗？我吗？不行，是一个啦，只能一个。魏旭，我要离开他吗？离开他，离开他。不然你怎么戳到？你要戳他。刚才被卡住了。他也卡，好，卡内裤了。到他后面，到他后面。对。然后用手指，先给我们看到手指，然后戳下去，戳，先拿起来，戳下去，戳。哦，他有双手，他有双手，他在旁边了。你确定戳到他在旁边。他是旁边呢，还有三次，还有三次，你有逼啊！红了，红了，用力，用力，再搓，用力，一样，真的是，而且还有闪，他每次的位置越演越像郑元畅，他每次的位置都不一样。来，好了，可以了，你们要开始商量一下吗？十秒之内，四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下一，来，还没全中第一的答案。我们王思佳姐姐从第一秒钟就认定是他，我们尊重他的意见。你现在分给我就。王一传播机先给我问题雄厚啊，而且就是把输赢都交给你。对，因为你从第一秒就说。如果大家答错，就是他的错。就是错。好了，我们一起说了啊，答案就是三角锥以外的那个椅子上面的人是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说？能 Q 啊！我已经 Q 完了，我已经 Q 完了。这个答案，高脚以上的人就是魏旭。哦。
只能说丫头演得很成功。把你的三角锥还是椅子拿起来。耶！他刚没有坐啊，他都坐旁边啊。你刚真的有戳那个洞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没有戳。他没有戳，这样子骗我们哦。他在旁边有做手势，他三次没有都戳。他都没有看洞，他怎么戳？你们现在第二个答案。他刚没有认真。第二个答案。错。哈哈哈哈哈！错，这个带进去了。而且他刚才三个，我告诉你，菜就他了。好了，我们又有答案了。好了，最后一个，坐在高脚椅上的菜鸟是马夏。等一下，高脚椅。对啊，高脚椅啊。小燕姐，也是，也是。哎，是吗？高脚椅，高脚椅的名字，三角龟，还是你觉得那是板凳，很抢手？高脚椅啊，高脚椅拿起来。哎！我跟你讲啊，一定是丫头了。再给我们猜，我们输了，但我们想猜到对为止。我们是丫头，丫头只是证明自己没有那么笨。没机会，没关系啊。我其实前面就一直觉得是丫头啦，可是我们都没有管其他三对。我觉得一定不是唯一啦。如果唯一的话，鞋子退出演艺圈。对，赶快换，赶椅子，赶快换。啊，这么严重？是谁？老鸟都要这样玩哦。四、三、对，二、一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。我们这个是好玩的了哈，证明我们猜到对为止。已经输了嘛？运动家精神很重要。真的是丫头吗？因为我觉得她某些小细节啦。二、三，恭喜。鞋子要退出演艺圈了，再见。很感谢这21年来大家对鞋子的照顾。那么在今天的这一场录影当中呢，也是我的隐退作。虽然对不起，连这个节目都没有办法参与到结束。对不起，你现在就要退了，但是现在就要退。回去，然后休息一个礼拜，下礼拜宣布复出。哎，这个是好看，真的太厉害了！哎，这样真的没猜出，唯一真的很厉害，我们一开始就把它排除掉了。对呀，他第一个动作就已经演了故意玩，离开离开，就是故意离开，绕很大一个半径这样。会演，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！这一下菜鸟队赢。来了，下一关来了，来吧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什么？下面一个项目。疯狂俄罗斯是什么呢？就是各队派一个代表到前面来，然后把牌插上，然后我们来比大小。那么输的人就要站在气球下面，哎呦，这个位置哦，这个位置，就这个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拿一把枪，俄罗斯轮盘的概念。Yes， 就是不一定，哎，你会打中，但是有一个人就会。好，六分之一的机会，六分之一的机会。怎么觉得你在介绍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？没有，我很害怕，因为我想介绍完了我就走了。好，我先插牌。你把子弹装起来。好，来确认一下啊，六颗子弹只有一颗啊是有 BB 弹的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很帅嘞，哦，很帅很帅，来了啊！哎，这个游戏，哎，两队先派出第一位代表。这游戏超适合张文琪嘞。就是简单讲，就是也不用动脑，然后他也不会用蛮力把人家弄受伤。对，没错，真的是你啊！是啊，你们两个这靠智慧的嘛？好，来来来，靠运气啊！这靠什么智慧？不用别的，难怪你会猜到第一个。是，没有，不需要数学逻辑啊。好，你觉得你们俩要比大还是小？想好就好了。大小就好了。
好，大还小，比大还比小啊？什么小？可以离开现场吗？你在讲脏话是不是？比大还小太好了。对，你要赢他还是要大？大，比大，比大，比大，好，我也比大。就一样，一样呗。你的比心要比大。对啊，就大。好 ，OK。好好好，拜托，就比大。选牌，随便抽一张啊，加油。好运气。还有。不要比大，看谁比较大。一、二、三，赢了！耶！太小了，太小，太小，超小，超小，最辛苦的是谁？哎，他自己开吧，他自己开吧。自己开啊！对，自己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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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想报仇，难道这就是报应？对啊。他需要扣，先扣扳机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直接开，直接开。来。好，文琪，有什么话要说？通电了。只要下面没有电呢，其实我都觉得是 OK 的。哦，有架子，有架子。反正等一下自己就射自己，对不对？射气球，射气球，射气球，对。好，六分之一的机会，请取消俄罗斯轮盘。第一回合。不要对人哦！好，气球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三、二、一，很紧，很紧，很紧，我的天，好惊啊，好惊啊！我的过关，过关，来，这边起，这边起，来，再来出第二。完蛋了！哇，机会越来越啊，机会越来越大了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机会越来越大了。来，你要比大还是小？好，机会越来越大。好，好，你要大还是小？比小。我比大。那要听谁的？剪刀布，剪刀石头。好了，听听姐姐的，听姐姐的。听姐姐的，比什么？比那个跟比大，好，比大，来，好，来选一下。哎呦 ！Oh my god！ 一二三，哦，一样大，一样哦。黑桃比较大，黑桃比较大吗？黑桃比较大，恭喜！我们理解吗？你为什么要？姐姐加油！请就位，请就位啊！收牌，五分之一的机会，加油！来，佳玉，五分之一的机会，说几句话。哎呀，早死早超生啦！五分之一的机会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可以配饭吗？哦，快点走，一手分了。半年没吃饭了，我要差一点，老师，机会越来越大啊！老师，我知道你刚刚一直觉得很热嘛。这次给他排排排好，我有点害怕。机会越来越大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真的知道。我觉得应该刚刚一开始就出来，现在六分之一，现在就剩一半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赛事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跟你比小。虽小，好，来，小啊，是小，小，小，一。
三，一个。我一样，我也一样。最后什么话？好忙哦！我叫你衰啦！倒数三秒。剩下三分之一的机会。还有三分之一，还有三位啊！唯一没有不牺牲啊！好兴奋哦，哎，不是，好紧张哦。来，加油！加油！靠运气，靠运气的啦，这靠运气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后面运气更好。好，来。我说话好，三个六，五个八，抓抓抓！快点，不好意思，他比大小啦，比大小、喔，这个正常玩应该是玩比大啦，我觉得啦，如果照那个道理的话，但是今天特别，比大好了，决定了吗？决定了，我看他也要他他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先选牌。一二三四五六 ，Oh my god！ 哎，你要让我先选？我要挑你不要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有。所以我选一张五张都你的，是不是？三分之一的机会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。空气是空气，是空的，是空的啊！对，是两个。你干嘛已经围我？你怎么那么弱啊？已经先围毛巾了。不要出眉头。我是想要等一下帮他披，等一下帮他披。OK。马夏加油啊！马夏，时间。剩两个吗？对。要比什么？都是你。姐姐选。比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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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好。那比大。身为一个偶像又是男生，你等一下到中间有没有？对，枪拿起来，然后脸朝上。他是靠脸吃饭的，小心哦。哦 ，Masha， 你要跟大家说什么？对准哦。谢谢大家。为了露露姐，希望是我喽。为了露露姐，希望是我，你看看。太感人。二分之一的机会，倒数三秒，三。
要不就是都没有子弹嘛，无所谓。这个最难又鬼，所有的事情都会想不到。嘉哥，你自己转的。所以，我的意思，我搞不好会自作孽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比什么？反正我运气很差，你决定大小。你决定。好来啊。好，比大。我才要讲而已。好了，你决定。好，那比小。好，比小。比小。比小啊！错二，错二，梅花二。好，江哥梅花二。鸡鸡五岁吧？啊，是不要做，不会打 pass 是吧？没事。五岁吗？五岁吗？我比他还小。你有才调，你就变出一支骨卡西。等一下，你们这样笑。好了，就这个。比小是不是？比小。你自己决定的，对不对？我决定的。三二一。A 是最大的，他不是，他只有一点的。所以刚刚才说梅花二啊，叫他抽梅花二啊，成绩最小。就是这 ，S 是最 ，S 是最大的 ，A 比 K 还大。小天姐，那不然你混麻将牌来好了。小燕姐，你不要这样，这个赌场在抗议，不然大家在赌场都小燕姐算是最小，你看，不行，对，要照规矩，会造成社会的混乱。小哥，你，所以是我，所以是我吗？我现在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所以这个里面是有那阿罗斯，不是意思就是说，他就六，我们就是六颗菜，他前五颗没中就是你了。那我们要玩个屁，就是我。加油！我们送一下我们队长啊！谢谢队长，使者回礼。没有啊，这个游戏的真谛不就是不知道到底自己又会不会中吗？那个不是这个。好，要对着气球。我没有话好讲，要讲什么话？位置，对，身体位置。倒数三秒，欺负人呢！一点没水，遇水则发，遇水则发，出唱片大骂！好白痴哦！来，我们这个还是要再转一下。你来转，来你。没有，输的来了，让他自己。输的来转啦，一般都这样。对，我最输的。对啊，不会这么说，转到给自己了。这样吗？枪口朝下，对，都可以用力，好，对。试一下，你要不要站在这里试一下？哦，别，不要，我刚试过了，没问题。来，我出第一组代表，第二回合，第一组谁？第一组谁？刚谁抓到？不要一样的，好，不要一样的对手，来。来喽，强夫老师。哎，按照资历来讲，你先讲啦。没有，我爸也三十几年了。没有啦。是姐姐，你不是林美照姐，美照姐，我是蔡桂姐，打得很自然哦，打得很自然呢。蔡桂姐想比大小，比大小，比大，好，就比大，确定了吗？确定了。来，哪一张？确定吗？咦，确定这是一张吗？他跟我说 no， 他说这个，他说 no。跟你话太多。就这张了。一。Go， 对。9-5，谁赢了？我赢了。小燕姐吓疯了。加油！小燕姐吓傻了。加油！来，
以后不要让小燕姐录。风水轮流转啊，我觉得强运一定在我们老鸟这边的。好，来，六分之一的机会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一，好，来，来，水，我跟你说，老鸟要有风度，随你说。 直接来比大 ，OK， 你先选。哎呦，你看，大记得赢了，对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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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位啊。好，来准备了，倒数三秒钟，这是五分之一的机会。哎呦，三帅啊，二，好 man 啊。去死吧！好可怕哦。来 ，safe safe， 哪一个？我可以先挑战吗？我先挑战看看。好。我可以先挑战吗？我试试看，没有那么衰。三次都是你有吗？不会那么衰啦。好，不会那么衰。露露，你还敢来？因为我想要挑战最后一个，是吗？对。因为洗三温暖，我就会怕你的。我是去做桑拿。好，我们两个都叠字呢。露露，露露，露露，对。你的本名，他本名很长哎，叫黄英子路维马。黄英子啊！我想说怎么能有人名那么长？黄英子路维马，我想说他的名本名好长。谁会取那个名字？好，你决定好了，因为我决定我不会输。照国际惯例，好不好？赌神的玩法，比大。好，来，好，比大，好，记住哦 ，A 最大啊。好 ，A 最大啊。好，我就决定拿一个 A。我要拿那个被你拿走了。啊！比大是不是？比大啊！好，超市员，好紧张哦。遇水则发，遇水则发，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也没什么话好说。我要对准气球啊！好耶！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。先我不要最后，对，按照自己转好，对，然后就中了。我自己转的，自己转的，自己要出来，自己输自己喷。机关让我好玩上的，那是烂游戏，什么烂游戏？哎，你好超级哦！我来口龙胆皮，我来说来口龙胆皮啊！一水蒸发，冲天大派！来，小心。来，镜头，镜头，镜头，上次我们是卤蛋，对不对？铁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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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疯狂卤肉饭，卤肉王。怎么来了一块东坡肉嘞？对，大
到脸很油哎，今天呢油亮油亮，哎油亮油亮。好，我们最高的记，哎最快的记录是八秒。Bingo Bingo， 可是铁蛋比较小颗吧？对，铁蛋小颗比较小，这个所以要改进嘛，进化。对对对，所以之后会变成榴莲。喂喂喂，太可怕了！榴莲的脸会被打扁。好，九十秒，露露你嘴蛮大的 ，OK？ 他厉害了，他厉害了，是称赞吗？我好不容易进了这么久，好，可以配饭吗？你先摇到再说。摆荡去摆荡他，你摆荡你的嘴干嘛？喷油喷油，哦，快点走，一手不能接，一手不能接，一手不能接，你已经半年没吃饭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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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恶心，很恶心，有没有打到？有没有打到？超油的。稳住啊！哦哦哦哦！不要躲他，不要躲他！稳住啊！表弟张，有机会！稳住啊！哦哦哦哦！不要躲他，不要躲他！肉一口，肉一口，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大家站起来，站起来吃，十秒，站起来吃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一，时间到！哇，脏哦，我的妈呀！为什么那么冷？好像在拍阴湿路啊，超脏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露露的脸。我好像很饿很久一样。哎，我刚刚在那边吃素的，我以为很简单呢。很难，对不对？很难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位置很刚好。要不然就是肉太小，弄个猪脚来好不好？对，干多的。哎，他也听到没？其实是很油。没加不？没加不？哦，好油耶！脸皮都是油，很难呢。哎，真的蛮难的。你要让他冷静，不然吧，不然吃吃看。你们谁要吃过你的？很难，很难吃，很难吃，我抓紧不说。感觉不错吧？还不错。小姐饿了吗？很香啊，很香很香。这一块的直径好像更大。对啊，来来来，这块这么肥了，这块太香了。有没有要帮我吃一口？加油加油加油！这一块的直径好大，真假的？好，来了，我们第一棒是嘉玉，东坡肉，预备，哎，开始，加油，老鸟队！对对对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哦，很近很近。不要晃太大力，不要晃太大力。哦，有有有，冷静冷静，对对对，冷静冷静，时间还很长，时间还很长，慢慢玩，慢慢玩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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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停到停停停，稳住，稳住，来，往前面睡，冷静冷静冷静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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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来，冷静慢慢来，冷静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再荡小一点，再荡小一点，一分钟了，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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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。你还要算你头往后仰很久，时间很多，填到了，填到了，时间很多，时间很多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时间很多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要咬到，
还有五十秒，没关系，还有五十秒。还有五十秒，我打到。加油，加油！哎，赶紧。快知道了，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快知道了，好纠结哦，太大块，还有时间，快知道了，稳住，不要咬到，加油，快知道了，还有时间，还有还可以吃三次，你怎么算的？那个大小真的刚好是，再两次，再两次，放下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是被猪肉吓到，东西头部，吃了，八七六，加油。太大块了啦！我长那么小，怎么第一次觉得是有碰到？不是，他一直用舌头去舔它，一舔就挡出去。可是就这样进来，你看。不是啊，有哇！因为舌子太短，他没办法吃到。没有啦。哎，而且李佳宇，你知道吗？你当你转到我这一面，我从这个角度看哦，超丑。哎，我在这个角度上也很丑，从来没有感觉到东坡肉这么恐怖。差一点点，哎，好可惜哦，真的，零比零，有植入性的东西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说这是爱妮雅化妆品赞助的啊，有车子吗？还是什么？鸡排啦，你还敢说？哎呦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换鸡排？我们家的吧，因为猫哥来了嘛，鸡排啊，猫哥赌的，赌什么？如果吃不到，鸡排店就不开了。耶！哦，哇，有压力。哎，我们这队已经有人退出演艺圈了。大家退光光。明天不开啊，后天开。后天开。明天休息一天。中秋。文琪先准备。加油。好。猫哥的鸡排来了。猫哥的鸡排啊。超香。冷静哦，冷静。超香，超香。冷静。好，这样。好，确定啊。这样。手不能出。好。来了。开始。哦，鸡排来了。没啦，差就是你，就是这个，现在不可能少。哎呦，有，我中最烦了，我的妈！等，慢慢来。快点，加油！他好像很恨那块鸡排的表情啊。哎呦，一分钟。他刚那个，他咬到皮，那个员工你明天不要来，皮太厚了。对，你这个皮比我厚。老板出声音了，老板，我们标榜是肉厚，不是皮厚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知道你的品质的。对，40秒。哦，厉害。哇塞，文琪，斗鸡比武。我来跟你讲，鸡排妹，好棒，我变鸡排。谢。鸡排哥来了，被自己卖的鸡排打脸哦！哎，加油，开始，加油，牛哥，牛哥，加油，很稳。哎呀，好厉害哦！厉害，好，都进去了又出来，他刚进去的啦，一脸闹，又掉出来，牛哥，稳住，刚刚他差一点啊，为了他要啊
退出演艺圈。这样我就要跪了。在这一项你们比赛。好看看还要不要继续做朋友？撕破脸啊！对，比赛归比赛啊，朋友归朋友。对嘛？李白，不是，好练习一下。开始。大家继续来。好，可以的。好，完了。可以的。哎呦！哎呦！慢一点，唯一，慢一点。他赢了。哎。流鼻血了，流鼻血了。不要变了！稳住，稳住！慢一点，唯一。唯一慢一点。快点！唯一不要急。好。hold 住 ，hold 住，好好。再等等一分钟。加油！耶！不要让他那么晃。晃小一点。我也想啊。好晕啊！好晕啊！打到蓝波的脚。让他来。这真的超油的啦。要吃他的袜子。你的头还要避头发。加油！他怎么那么活泼啊？没有，是你比较活泼。三十秒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决胜，决胜负就是你这个。决胜负是你啊，回忆。好，二十秒。风都摇了。哎呀！哦，对，好，不要往前。九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又来了，小心又打到小燕姐，小心小心。后来后来，冷静冷静冷静。因为东坡肉打到小燕姐要退出演艺圈了，真的开心。我刚抓一点的。哎呀！来，去把脸上的油擦一擦，还有头发吃不到肉，买水油。哇，真的太难，这个真的太难。哎，但是现在对这个老鸟队来讲，就比较有优势。Yes， 时间不输，对，你们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一分钟以内把它吃到就赢了。秒吃有没有？秒吃，慢慢的，开始，加油，游戏王，秒吃，八秒开启，他不敢太大，中，哎。稳哦，稳哦，稳的，慢慢玩，慢慢玩的哦，还很久，还有半小时，慢慢玩。哎呦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好怕油，好有攻击性哦！不要急，不要急哦，还有半小时哦。再吃，有机会了啦！快吃到了，快吃到了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！快吃到，快吃到，又加了！对，为什么又分开了？太短。哦，差一点，太短，他其实咬到了。滚走了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！没有了，肉王淘汰，哎，就淘汰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所以就已经进嘴巴几次了，好几次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的嘴不够大。你看我，你看我的腿上面都有他们的肉痕了。场地中奖，所以赢秒数，所以还是老鸟队胜利。我怕你们会坏掉，就没东西了。不会，他空地自己会转回来。老鸟队得到联运科技跳，哎，他不会啊，他会下来，真的吗？他是没有，他已经往下走，他到墙壁才会。你冷静，你冷静，冷静，太好了，冷静。啊，每人带一台回去。恭喜恭喜，我的天气，啊，轻小机器人。下次我可以站在上。
上面做那个走来台式这样。金斗云，而且三天前要出发，而且我来三次没有一次拿到了，不知道是我不好还是是我的不好，可能这个节目开播到结束都不输。到老鸟队来哈，对，我们还不够格，我现在才输到选队长很重要，怎么样？很厉害哦，好不累啊？好讨厌哦，我就是我人最讨厌，讨厌哦！恭喜老鸟队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